足球是世上最受欢迎的运动，亦都诞生了很多足球明星。胜利固然之是美事，但落败或者表现得不好却承受巨大压力。我们访问了几位身为基督徒的球员，分享他们透过信仰经历球场上的起跌，踢出荣耀的球赛。踢出荣耀，7月7日星期一晚上11点正。